这个鸟的使用功能，如果是别针，哦，这个粘贴的，做粘贴的，或者是磁铁，后面是磁铁，这个就简易的，这个脚就简单的，简单带过去就好了，就这样子，就一小块，一小块的脚，一小块这样粘上去，象征性的就好了。啊，一小块的脚要粘上去。那你如果是要来拿来做手机袋，手机袋我们都会有印一个台湾的地图，还有鸟的名称。那你这个枝干就要做上去，还有这个脚爪要做。如果是做成那个容器的，好，这个都是要有枝干，要完整的，还有脚爪，这样子。这样子才能表达这个作品的意思。白色的图。尾巴这边搓长长的。嘴巴尖尖的。要用工具也可以，用手也可以。工具是多出来的时候，你就用工具把它推掉。尖尖的，嘴巴尖尖的，先照顾好。把它推平。如果多出来，你就要靠工具来把它推掉了啦，或者用剪刀剪掉。好，这个嘴巴好像。把它压粘在这个白色的板子上，好，看看有没有粘住，粘住的才轻轻的拿起来。拿起来以后呢，你这个多的都要把它修干净。咖啡色的做枝干，做细细长长的，给它粘好。这边后面有一点点。然后你这个脚呢，搓小小水滴嘛，硬一点的土会比较好做。小小东西哈，像脚这么小的，硬一点的土会比较好做。沾一点水，如果有一点硬，沾一点水把它粘住。粘住以后呢，你再把多出来的这个剪掉，这个剪掉，
然后那个翅膀要再补一下，比较活泼，比较生动，灰色的。翅膀大一点的水滴都会吧，头尖尖的就水滴，剪两刀或者三刀都可以，从这里粘住。那这个交接的地方呢，沾一点水把它抹平，做一点纹路出来。沾一点水把它抹平了。那你要等它干，差不多10小时以后，或者隔一个晚上才能拔起来。如果没有干，你拔起来，这个整个作品会坏掉，会变形。你如果觉得还软软的不能拔，你就再等它干一些再拔。买这种30度斜角的美工刀，然后往外面这样推出去，往外面这样推出去，推出去，推完以后拿这种剪刀，double 尖尖的，把这个边边都修好。修好以后呢，你再把它翻过来这边，让它更干。擦颜色，我们就是准备18种颜色的亚克力颜料，然后你可以从那个 YouTube 上面的给它截图下来做参考，擦颜色的参考。还有这个一杯水，塑胶袋就是当调色盘用的，用完就丢掉。啊，这个面纸吸水的，那这个笔呢，要这样细细的笔，很细的笔，然后准备几根牙签啊，点那个白色的眼睛的那个白光，需要用牙签。它的肚子是橙色的，加一点灰色的，然后你刷的时候有就是淡淡的刷了，刷了以后呢，再偶尔给它加一点橙色的上去，让它颜色显得鲜艳一点。这个要拿起来刷，可是镜头都会乱掉。很多鸟的肚子颜色跟翅膀的颜色是不太一样的，这一只鸟也一样，它头就是白色的嘛，白头嘛，白头冬，然后它的身体就是橙色再加灰色，可是它的翅膀啊尾巴颜色就是很深色了，颜色很深。这个你可以刷完以后呢，再给它补一些橙色，看起来比较鲜艳一点。可是你如果没有这样先打底哦，直接用橙色，那又很恐怖哦，那颜色也不对。它嘴巴也一样的，嘴巴也一样，跟身体的颜色很像。然后它翅膀跟尾巴都是灰色系列的，灰色，你知道灰色就是黑白嘛，哈。就是打底，先有打个底，你到时候再用的时候。哦，太淡了，黑色再加一些。它的翅膀跟尾巴都是同色系的。
这个有它的头纯白的，这个有碰到了，我就再只好再补白色的。枝干补一下深咖啡色的，然后它的翅膀我们给它画一些黑的，哦，眼珠先画，眼睛先画。然后翅膀，其实它的翅膀是黑的，可是要有先有灰色的打底啊。你要先灰色的打底，你在画黑色的时候就轻松的画而已，轻松的画，好像尾巴黑的，你就边教边录影很累，因为不顺手啊，都怕挡到镜头啊，真的是不容易啊。所以这个影片要珍惜，真的是哇，画得很辛苦，手忙脚乱的。黑色一画错的话，你就很难修补了。